去等我的了。我知道你要来了嘛。那这打球了，这是。啊，我没办法分了，没法，我出去啊，等他们过来接你干啥？我做任务来了，呀，这个。这干什么呀？你是干？不让你们签了。没，不让你们没有要求。没事。没有人来。我是香港的。就在银泽西大街那个地铁口，就是美术馆的对面。咱们去建设的那个斜对面的楼上，对对对，挺好的这个，比公用棋盘棋盘大。你装了吧，给了别人，给了你好再退回来。这大石黄是最好钱。那个水果的。啊？那是水果的。这不是、啊。水果西红柿。我多少钱那么一斤？五块。你要不要这样？是吧？圆满成功。